般是对名和利、世间八法上会生起嫉妒，但是对这个别人的修行生起嫉妒的人很愚痴的。修行就是你自己放下了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得到。所谓的修得好，就比你放得下了，比你看得破了，比你舍得快一点，你也去嫉妒人家，这是愚痴。所以说学佛要破除我执。佛法和世间法是不一样的，学佛学的所谓的好一点，也就是他放得快一点了，心里面不当着什么东西了，那你有什么好嫉妒的呢？他比你会舍，你愿意舍掉，你也可以舍，你也都舍掉呗，你舍干净了你就跟他一样了，你舍不掉了，你应该升起学习的这种心态，自己的业障重我舍不掉，别人都能舍得掉，这样子想，生嫉妒心就是愚痴，说明他对这个学习佛法并不是真的有正确的知见。对学习佛法有正确知见的人，他不可能会嫉妒修行人的，他应该随喜别人，他是把这个学佛当成世间的名利，就像提婆达多一样，看到佛度化众生，看到佛有智慧，好像他是一个名人，他把这个佛当成一个人来看，当着一个世间的人来看，嫉妒他的名，嫉妒他的修行，嫉妒他的能力，真的很愚痴。所以说对修行人起嫉妒心真的是很愚痴，说明他自己根本就不在道上，这因果都还不搞不清楚，完全都不在道上，跟佛法是一丝一毫都不相应。